各位朋友好，莫叔故事馆第485讲祥和席正高阳第10讲。最近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了。第一个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1月11号的片子，还有高知敏先生的深情对谈，有关于台湾多年来的作弊问题，还有检举聚焦视频。这个是好朋友帮忙啊，做了15片，准备要分送到相关的机构跟单位，比方说苗栗地方法院、基隆地方法院、彰化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院。为什么呢？因为莫叔是国父的信徒，叫做知难行易，法律的事情很难，但是当我去做的时候就学到很多，就容易了。所以当我在地方检察署被牵结的时候，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有的人会反而告诉莫叔说，我们可以去地方法院直接去要求证据的保留。 OK， 那这样就开始了。也顺便插个话，8月3号又要开庭了，这个时间是在时间当然是8月3号下午的2:50，在嘉义有一点远，又不太远，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坐高铁去。这个时间上因为开庭的时间呢，法院不等人，所以我们早点到。地方有点远，所以各位朋友不用特别跑去。但是如果说中南部有就近要聊聊资源相挺，或者说是这个互动谈一些后面的计划跟作为的，非常欢迎。那莫叔可以尽量早一些到，然后再晚一些回来倒没事儿。因为通常这种开庭它是前面的程序，莫叔只要把相关的资料市政带去之后，时间不用很长。莫叔这一次是确定两个事情，第一个，所有内容资料完全是正确，没有任何的变造，有修剪是要把长度缩短，但是没有任何的移花接木或者用其他的任何方式，当然是不正当的方式去把它更改原有的内容跟品质，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同时也要求保全证据，证据一旦保全一打开，其实所有的投开票所如果是一个个别行为，那根本不足以翻盘，也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那如果是一个普遍的行为，所以这一区的所有投开票所里面会高幅度的显现舞弊的情况。怎么说，就是我们的领票的人数，也就是票发出去扣掉废票，就是实际上的得票数，但是莫叔估计因为有灌票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出去那个数字非常高，但是发票数这些其实都是有账的，但是会容许这个不合理的高的这个开出来的票数出去，那这里面问题就非常非常的大了。莫叔估计会高比例的出现，甚至于有些地方还会出现爆仓。中央选举委员会增加投开票所，他说要把人数压到1200以下，其实超过1200的手上就有一些，但是这些都是属于个案或个人的怀疑，虽然是合理的怀疑，但是如果有一天一旦是这个票仓一打开，所有的票柜一打开的话，那这个情况就没有回头路了。所以坦白从宽，而且要快，这个是要求各地方法院相关的留下来的保全证据的申请。因为根据监察院对于法务部，地方法院肯定是法务部的下级单位嘛，他既然那上级单位都对他们有所指示的话，那这个是更会认真办理。基本上个人从来不认为说法院会是蓝的或会是绿的，法院是公正的，但是个人之间或少数人甚至害群之马，这在任何一个团队里面这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所以不去谈那一段。即使是非常非常的情况，但是正义之事、正义之身永远是有的。所以莫叔也对于相对包括所有的文具纸张的表格、纸箱这些通通都要保留。纸箱如果下面都还会开动的话，这个情况难道主任投票员跟主任监察员通通都没有主任管理员难道都没有检查都不知道吗？那领了那么多钱 还有非常多的责任在身上，不可以。这
这个就是复原函，这是法务部来的相关的公文啊。这是最新收到的，这是应是对于666的蓝帽客的进一步的讯息，给各位报告一下，这是高检署同意台北市的地检署把相关的案情移到高雄的地检署去办，因为他的辖区、他的投票范围以及他当事人他的投开票所，通通都在高雄。那我们有听过越区办案的例子，但是那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个合理的也 OK， 只要办出来还原真相就可以了。那最近有一位爆红但是马上又消失的人物，他倒不是彗星或者是天才，他叫林文山，林先生，我对他的文笔各方面相当的佩服。那他说了很多，莫叔都还没有正式回他，但是今天已经因为有一些不符合 YouTube 或者是 FB 上的行为被停权处分了，所以以后可能也不太容易看到林文山的名字。但是其实他就在我们当中，也许换个名字就又来，没关系，这个是我们不是执法者，我们是追求一个法律跟公平公正的。倒对林先生个人没有什么意见，是如果说他认为都是对的也可以，因为每个人观点不同，不一定要认同莫叔的。莫叔的看法跟做法是把舞弊的市政送到法律系统、法院或者是地检署，由检察官、法官他们最后去根据市政去做判决。这个事情有一点有趣，因为如果要判不判或要做不做都是二分之一，那以目前很多朋友看到会心虚气馁的，就是说对方势力那么庞大，但是我的朋友就都会跟我说那个大卫出来对抗歌利亚的这个故事，歌利亚是一个无敌的巨人，这个非常强壮的强悍的一个武士，那这个犹太人都没有办法对付，只能暂时退守的态势，那都没有办法，就大卫愿意出征，但是你那么小，这个怎么跟他打？那你们大的去打，大的也都不能去啊，就是大卫就去了。大卫就用一个甩石器，这应该是打狼的东西啊，那个有点像我们弹皮弓那个甩甩甩啊，石头套狼，然后这个是要常年练，结果一飞出去以后，歌利亚正在叫嚣的时候，一个石头正中眉心，当场毙命。随着时间，好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巨大的身躯陨落。天摇地动一阵，哦，犹太人，大家一起发喊，就冲出去，就把对方给灭了。灭不灭，我们不说，我们只追求的是正义。但是已经有太多的坏事情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追本溯源呢，很奇怪，莫叔最近啪有一个想法是，大家怎么对于一年八个月，就说两年前好了，发生的事情好像都忘得精光，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啊。因为前年的11月24号的之前，就是全民要下架民进党，哪一位把那个数据数字找出来一看就知道，结果是73呢，二党只拿了三成呢、啊，这个21都还是什么这个6都15县不管，这最后他只是拿到2都啊，其他的都垮了，这就是不得人心，大家要下架民进党，就算是那个时候是来，但是这个联盟是70啊。凭什么在一年一个月又那个18天之后吧？我看25、26、27、28、29、30，加上11，25、26、27、28、29、30、6，加上11，17天，一年一个月17天之后，他啪跳到817万，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做了多少好事？还是做的都是烂事，连我们九合一里面全民不要的东西他都把它强行通过了，这样票会多吗？这样会从那么烂的三成跑到
817万吗？你们通通昏了头了你！还跟着这个律动去起舞，起舞，先要骂邱毅那个老糊涂蛋。你凭什么说年轻人都被洗脑了？请问1年1个月又17天，增加多少年轻人？我就算你2年好了，通通都被洗脑。奇怪，上一次投的时候，北漂的青年回来不是投老韩吗？为什么1年1个月17天之后啪回来，所有年轻人通通都变成绿的？那是被他们包装，针对你们心里的弱点，你们心里太多的弱点，太多的软弱，太多的算计了，不是吗？当然加上那个装死的国民党了，那就不要说了，装死那怎么叫得醒呢？OK，全部都过去了，算你2年，3.33%，38加3.33%还是大败啊，才33.3%。那边再下来再扣掉亲民党，70%哎，开玩笑，扣掉3.3%，还有66.7%哎，扣掉亲民党算10%的话，也还有56.7%哎，怎么会变成只有500多万呢？这东西票都到哪去了？那边票怎么多出来的？那大卫魔术吗？有这种魔术吗？你给我做做看，有这种魔术是大神通，敢不畏因果？我们中华民国到底是怎么了？1年8个月之前的事情就忘光了，都没有了，还有人莫名其妙说老韩大败，什么叫老韩大败？老韩被作弊的票看到大败，根本是他大胜的，怎么讲他大败？4年以后再来，你糊涂啦！现在作弊是他罪不正当，直接就给他下台。为什么4年以后？4年以后他老树盘根，布置局面更广、更严密，4年以后就有机会吗？这个事情都看不清楚，还出来下指导棋。这韩粉也是莫名其妙。当时几百万的韩粉，为什么不每一个投开票所出来10个人呢？啊，大家都翘在家里翘着脚看电视，就等着胜利。告诉你，民进党他们非作弊不可，不然他们每个人因为老韩成立特侦组，通通要抓取关，连陈水扁当了总统都抓取关，那不是很多人要关到死，一罪一罚哎，他能不作弊吗？你们这韩粉都在干嘛？都不晓得要监票，莫说之前就已经在喊监票了。怎么搞的？就是你们只有主帅才是主帅，主帅都不会犯错吗？主帅是神吗？主帅不用是神啊，他是一个愿意为中华民国付出牺牲，把中华民国带向更好，可以啊。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有一些责任？现在大家你看，每个人出来的嘴巴里面出来的话有多酸呐，那个口水有多苦啊，还有很多人嘴都变成破嘴烂嘴了，这是干嘛？赶快一起出来，我们一起把选举的结果归正。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擒贼就是擒王，打蛇就是打头，就是打七寸。莫叔一个人，我告诉你，莫叔就像一只老鳖一样，我咬住你的七寸，你打雷我都不放。我管你是多么大、多么庞大、多么，我咬住你的七寸，我打雷我都不放。大家一起出来吧，不要做一些虚功了。二党一垮以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去进行了，但是很多事情要进行。请问教育部不整个撤换，不把所有的委员都换掉，不把从教育部长换掉，不把课纲大量的人力投进来出来改，也没什么好改的，恢复以前就可以。乱七八糟课程，我们为什么不换成《弟子规》？我们为什么不换成这个《百家姓》《三字经》？为什么不把它换成三民主义？刚好把这些乱七八糟课程，什么两性平权、乱七八糟的事情，通通这时间通通给它拿掉，还在这边蹉跎苟且。要怎么样？要谈出什么结果？直接让这个恶党下台是唯一也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出来受贿的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是台湾的安全，是台海的安全，是中华民族的未来的昌盛发展。莫叔出来是为了两岸的政法能够互通。
佛陀的正法已经过了500年，相法1000年也过了，末法10000年过1000，还有9000。未来9000年，如果不好好的善加维持，提前断灭了，我们的佛弟子情何以堪？所以莫叔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出来。各位听不懂没有关系，不认同也不要紧，大是大非总 OK 吧？时候到了，想一想，不要再出那些酸言酸语，或者是让自己变成往下一直在勾引荡的这个做法。我们应该要祥和高扬，迎向未来。中华民国国运昌隆，韩国瑜先生9月15之前顺利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各位认不认同？悉听尊便，莫叔每天向佛祖、释迦牟尼佛禀报，以未来世成就究竟净土的正法功德回向给韩国瑜先生。我们一起加油！